如果你长得比较高，危机还没有解除哦。这个长高的不好。半咸蛋。哎，对，我等一下会介绍。哎，那先看一下哈美丽的风景，因为呢，这个地方呢，整个看下去哈。绿色隧道呢，最美的就是在它的景深。你看，远远望过去，这个隧道相当深邃哈、哦，尤其是前方呢，有一艘的竹筏在隧道口，你把它拍起来，像不像一张的风景明信片一样哈、哦？而且呢，非常的难得，因为这边几乎是全天然的。这边有。在1977年的时候，我们这边就已经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的红树林保护区啊。这边呢有受到保护法保护的哦哈。看到美女，哎，我就给你握紧了，多弄的左手边那一根。我把你们照在风景里。一、二、三。小心啊，小心啊。